今天要改版了，我就直接讲。那这次呢，到12月4号礼拜，今天礼拜几啊？奇怪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不是错了？反正这边呢就有守护者的系列装备啊，守护者系列防具。哦，重点是这个。守护者系列防具，这个很像是啊，没有，因为它是新的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讲生物箱。所以今天几号啊？啊，应该已经到，应这个才是新的吧？好，所以，重点就是波洛斯妖魔变身卡箱，波洛斯妖魔变身卡片箱组合包。那里面呢，就包含这个卡片箱啊、龙之钻石、祝福法师，还有这个薄货币这样子。那有挑战制作的英雄传说技术，这是我们今天影片，这是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。这可以接受吗？好啦，今天就先讲到这边。然后我先有加入个血盟吧。聊一下。我现在要干什么呢？哎呦，他们聊得蛮热络的嘛。好，熟知的。组织的狂狮是不是？